如果你喜欢大自然和美丽花卉，那么五月的高山杜鹃一定会让你爱不释手。这种台湾特有的花卉不仅美丽，还能与周围的山景、蓝天和白云完美结合，为你带来极致美好的感受。高山杜鹃有多种品种，其中玉山杜鹃是最常见的，它们常出现在石门山步道、合欢东峰等地。这些花朵的颜色从桃红色到白色都有，非常迷人。我最近去了小奇莱步道、石门山、石门山北峰和合欢尖山等地，也看到了高山杜鹃的美丽。每朵花都有独特的魅力，令人陶醉。更令人惊艳的是，高山杜鹃还没有完全开花，这意味着未来几天或几周，我们还能看到更多更美丽的花朵绽放。每朵花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春天。除了美丽的外观，高山杜鹃还有深远的含义。在某些文化中，它们代表着爱情、幸福和希望，让人在欣赏它们的同时，也感受到这些美好的情感。因此，观赏高山杜鹃不仅能让人心旷神怡，还能带给人正能量和感动。所以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春天欣赏高山杜鹃的机会。相信我，一旦你看到了这些美丽的花朵，你就会被它们的美丽所迷倒。现在就收拾行囊，前往高山，一同享受这个春天的美好吧。落水溪长，玉山山悬，玻璃起后好，竹山人亲无。合欢落雪，有下温水，水里坐火车，落山洗温泉，四面拢是山，气势真好看。美丽的好花，温暖的心肝，好山好水，人斗人，往来今朝少年梦。人讲故乡月亮上圆，我讲人斗的天上水。草屯做鞋，南斗开山，六国东顶地，饮着的体会，集集金蕉，各乡离别，油桐花若开，脚步行同齐。四面拢是山，风景真好看。美丽的好花，乡愁入心肝。好山好水，人斗人，往来今朝少年梦。人讲故乡月亮上圆，我讲南斗的天上水。三明水秀，彼地一月潭，东埔甲通关，中了瀑布，九九奇峰，溪头风风鸟，边感景别客，四面拢是山，风景真好看，美丽的好花，乡愁入心肝，好山好水，南斗人，往来今朝少年梦，人讲故乡。我讲南斗的天上水，落水溪长，玉山山悬，玻璃起后好。三人亲无，合欢如雪，有下温水。水里坐火车，高山洗温泉，四面拢是山，气势真好看。美丽的好花，温暖的心肝。好山好水，南斗人，往来今朝少年梦。人讲故乡月亮上圆。
道的天上水。草屯做的南投开山，鹿谷当顶地饮着的体会，集集金蕉各上二白，油桐花若开，脚步行同齐，四面拢是山，风景真好看，美丽好看，乡愁入心肝，好山好水是南投人，往来金蕉少年人。人讲故乡月娘上圆，我讲南投的天上水。地理中心三明水秀，基地日月潭东埔八通关，中寮瀑布九九奇峰。溪头风风鸟，连甘景碧溪，四面拢是山，风景真好看。美丽的好花，乡愁入心肝。好山好水，南投人，往来今朝少年人。人讲故乡月娘上圆，我讲。
嗨，我是背包客大叔，爱在台湾旅游，每次都会当天贴文并上传影片到 YouTube。 想了解最新的花矿、瀑布、水矿、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吗？快来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为您提供最新的花矿、瀑布、水矿、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。